你儿子坐了20年牢了，别说担大旗，连智能卡他都不会用吧？我的阿文没资格担大旗，掐死你也不难啊！20年前阿文入狱，你活水把阿文的三大弟子赶出市区，哼！没想到错有错着，迪卡比奥掌管着12条黄冈巴士线路，载客量超过20000人，东涌仔。 垄断了东涌八成的装修搬运生意，这20年来，东涌的人口增长超过430%。打桩机是屯门的营业大亨，八成的家里，桑拿、一楼一凤都归他管。屯门的适龄黑社会人口，占了全港23%。 你们三个还没死啊？恭喜文革出狱！大哥，外边那帮老头子在开会，活水推荐他的手下虎文男当坐馆。我也想去油麻地走一趟。好啊，大哥，那里是火蓝的地盘，你去干嘛？找点东西。找家伙，去我店里拿吧。手枪、牛肉刀、手榴弹，我要找的，什么家伙我没有啊。东涌、屯门、新界边际的发展。 1000里，他们三个加起来的人力和财力，足足有我们何医胜的一半。谁敢说我的燕子文落伍了？还有，你们别忘了，我压力是燕子文的母亲，何医胜开山祖师大刀王武寿卿爷爷，这够不够资格担大旗呀、啊，火水哥？燕子文正杀向油麻地，直踩火南的地盘。 油麻地集结了1000900多人啊！1900多人，我报警。你疯了，报警！黑社会报警丢不丢人呢？火南，叫你这是马上走。不关我事，那些不是我的人。那是我的人。大哥说过要挺你，我再派1000人去。火水，别乱来啊！这样会坏大事的。亚里，燕子文那件事都过去20年了，现在香港都回归了，谁当坐馆应该按照特区选举条例。 不是，应该按照帮规投票决定。我投火南。4-4，江湖规矩，跟我儿子打一场啊！时间地点马上签约。不行，燕子文到了油麻地了。 你们谁想来打我？找死你！自己人不打自己人，你告诉阿文谁找到龙头棍谁就当坐馆。渣叔啊，十几年前的反黑大行动，连龙头棍也被缴去了，现在还在警察博物馆里呢。不是，找不到龙头棍得找龙尾棍啊！切，你有病啊！ 我吃奶的时候就教会员费了，什么鬼剃龙尾棍，听都没听说过。你不如说去找魔戒。你是不是连长辈的话也不听啊？没大没小。论辈分，我还算你的长辈呢，这么大声跟我说话。臭小子，你吸毒吸疯了吧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我现在回家弄个红鞭汤给我宝贝儿子喝。
回家多洗点吧，你还不够疯啊！大正经，现在还有人争当坐馆吗？当然有，当坐馆能号令天下，多威风啊！要死多少人？二三十吧。花多少钱呢？要三四百万。那还要争？文哥，老大的位子是你应得的。如果是应得的，那就不用抢了。现在是扎叔那帮人不讲信义，我们要讨回公道就要抢。记载，我入狱后认识一位前辈，他跟我说过，最大的过错就是用动机来衡量结果，人们从来都不理那些后果的严重性。大哥，你能不能说我听得懂的话？我们的社会最错的事呢，就是不计后果，只用背后的动机来衡量对与错。太深奥了。这位前辈的辈分一定很高，他哪路的？芝加哥经济学派。佛利民。佛利民？老妈。老妈，哎呦，我的儿子，乖，妈对不起你，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。不是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混蛋，我不孝。傻瓜，你为社团做事啊，就是为祖先做事，为祖先做事啊，就是孝。你怎么孝义啊？妈在尖沙咀包了个夜场，全场的媒体都归你了。来来来，给祖先上个香，让祖先保佑你夺回坐馆的位子。老妈，我没时间当坐馆，我报了香港大学经济系。儿子，你说什么鬼话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在里面被老外搞了啊？不是，亚丽姐，大哥在里面认识了一个叫佛利民的前辈。给我闭嘴！佛利民是一位经济学家，我高考成绩有三个优。过几天我去大学面试，左老师我想清楚了，我只想读书。混账！你不敢黑社会去读书，不怕天打雷劈啊？我怎么会被雷劈啊？老妈，我去上大学，你不高兴吗？对呀，我怎么做母亲呢？哎呀，我错怪你了，乖儿子啊！去香港大学招兵买马，这你都想得出来，太棒了！将来什么高官呐、律师啊，全都是我们何医生的人了。东冲仔，快拿蓝精灵来，让我镇定一下。哎呦，乐死我了，乖儿子哦！老妈，吸吸吸，你就是吸这些东西，才弄得疯疯癫癫的。你没听清楚吗？我去读书，不是去招兵买马当坐馆。混蛋！你不当老大，不干黑社会，谁雇我吸毒啊？你是不是要整死老妈？你趁早把他戒了。要不趁早弄死我自己。东冲仔，给我捡起来！不许捡！捡起来！我说不许捡！捡起来！我说不许捡！你们谁再让我妈吸毒，我就干掉谁，听见没有？混蛋，你出事哪天就是黑社会，一辈子都是，你没得选。我读过一本书，叫《选择的自由》。我有选择，你们都有的选择。没事的话，我回房间温习。去，
天助我也！啊，竟然杀出个什么燕子纹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真的要干一杯啊，嫂子！大哥，真是天助我也呀、啊！燕子纹坐牢坐傻了，说要考大学，不肯当做官我。那只龙尾棍，扎叔他乱说的，哪有什么龙尾棍，随便找一根就行了。也不能太随便了吧，大哥。你又搞什么花样？我能搞什么呀，大哥？伙子，大哥知道你担心什么，我一定会罩着你的，这帮小弟会24小时全天候的保护你，直到你当上坐馆为止。好啊，你也知道我是怕有人从中作梗嘛，啊？对对，哎，吃饭吧，嫂子，都凉了。哦，啊，怎么搞的？半路杀出个燕子纹，我岂不是又要等？没关系，大哥，等你当上坐馆，你就没有时间修指甲了。大哥，要涂什么颜色？精亮油。师傅说我最近欠火。桃红色加水晶。嗯。干什么？买菜刀啊？聊两句嘛。你说话呀！让我站一会儿行吗？站够了没有？有话快说。老实说，伟哥，火男哥呢，他心中有数，坐馆这位子他没本事，但伟哥你就不一样了。你是兵器世家，你不做就太可惜了，所以给你出个好主意，只要你能够让燕子纹进大学，到时坐馆这位子除了你谁还有资格呀？你用得着这么大声吗？我怕你听不见吗？明天9点是9点，燕子纹会在港大，是港大，他去那里面试，你该知道怎么做吧。怎么回事？好像撞了条狗吧？什么狗？混蛋，怎么过马路的？喂，刘长官，有情报。可不可以先帮我叫救护车？拜托。你们三个不怕你大哥杀了你们啊？切，这20年啊，要不是家里接你啊，我们早就没命了。就是，我们一直把你当亲妈妈。大哥去了图书馆温习，这一顿就凑饱一点。哎，那臭小子能像你们三个这么懂事就好了。亚丽姐，文哥明天去港大面试。是吗？